城寨。云溪，你恨他们是吗？丹丹，你怎么了？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。别怕，有我在呢。外面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今天突然打起了紫色的雷？最近天气多变，经常会这样。等等，你刚刚说你梦到什么了？我梦见好多好多的死人。死了什么人啊？自雷都来，玉珏放弃，为圣女献世。云溪，不要！救救我，云溪！救救我！也没什么，黑乎乎的，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。等等，你不管有任何事情都不能对我有所隐瞒，知道吗？我才不瞒着你呢，你这么在乎我，我必须让你天天担心我，紧张我才好呢。好，那你别多想了，赶快睡吧，今晚我留在这儿陪你。好。有你在，我就不害怕了。睡吧。好了好了，我睡觉了。